现在来到了这个清景泽白狮瀑布，白系之龙。那我们上去拍一下。一整个圆弧状。这规模不大，可是很多游客，因为这边蛮漂亮的，大家都会跟这一支柱子拍照。刚好这两天有下雨，所以水流比较多，不然枯水就不好看了。水超清澈的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到这边为止。